美宝独自留美读书不放心，谢家长陪读的上中下册，下册持有10.7的 B1B2 商务旅游签证，风险 B1B2 本质上是临时访问签证，不能长期频繁使用。海关在看到往期频繁连续停留记录有较大概到拒绝再次入境，且续签时被拒绝风险很高。中册持有 LE 签证，1+2+2+2最长可续期7年。难点对父母背景要求较高。LE 签证是美国政府签发给外国公司的高管，行政主管或拥有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，入境美国开办运营分支机构的一种工作类签证。美宝父母中如有一方在大型中国企业担任管理人员或专业人士，可通过中国公司派遣其到新的或现存美国分支机构工作。上册通过 1B5 投资一步到位拿绿卡。优点 ,2-5年投资期一步到位拿永久绿卡，无续签烦恼，实现对宝宝成长的全程陪伴。这 Pass Fund I 美国基金 App 无排期项目，这部基金和大西洋基金联袂打造，移民局批准独家首创多项目基金模式，像树林维斯塔佐治亚州多户型住宅项目，替地区预留名屋排期$80万投资。